像最近来说，多亲好朋友，早安快乐！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新疆有咱做提供的节目，咱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着播出，9点到10点，然后是每乡来为咱做服务的时间，然后现场开放一串电话，5966449，然后这个电话拢会当来利用。啊，今日王师姐讲要听这段数天数，然后来今麦的做安排。因为电话可以预约了哈，我今天想要听什么呢？哈，会讲吼，心情拄着我吼，感觉郁卒的时阵吼，唉，听这段数天数就能放下。为什么能够放下？啊，都有影，你照伊内底迄个歌词安尼甲听。就敢那袂输咱的人呢？你看到是啥物款的环境，拄到是啥物款的情绪，拄到是啥物款的代志，反正你要有一口气，你要为你一口气负责任，爱为你这个家庭负责任，爱为你家己父母负责任，所有的一切，只要咱呢吼还有能力，还是要怎样？要把心情先抚平了吼，不管你是怕死个嘞吼，还是安怎？数天数听一听，你就会放下哦。吵吵闹闹，伤筋动骨，退后一步多幸福。数天数，数天数，百年36500。何必等到不能动了，才去珍惜每一步？你去数一数，你去想一想，你能活到多少数？恩恩和怨怨，世事与你有什么烦恼不能放？人生苦又短，人间情更长，哪有功夫论断肠？去想一想，你能活到多少数？恩恩和怨怨，是是与非非，还有什么烦恼不能放？人生苦又短，人间情更长，哪有功夫数天数？
听了啊，到恁哦，有没有比较舒服？心肝底结有结归完嘞，有怎安尼吼？啊，咱讲消透气啊，袂啦吼？有没有啦吼？啊，讲有还是没有都没关系吼。这对数天数很疗愈啦吼。啊，这那拄着对着大咧艰苦艰苦吼，坐挂艰苦坐挂的时阵哦，你感觉讲吼都安尼吼，唔知要安那对心肝，那对心肝嘛无效啦吼，就是爱要偷放。也要偷棒哦，哎，要转个念啦吼。无我今嘛请问咱的师兄师姐啦吼，旧年吼，今年今嘛过一半呀吼，今嘛七月呀嘛吼，今年过大半了，大半过了，时间这么快，但是你今年是好还是坏？是好还是歹？哦，大概拢买点海淘吼。哎，今年过大半年呀吼。啊，过个吼、哦，这个日子呢吼，惊惊吓吓，紧紧有够紧张的吼、哦。啊，咱讲地球不持久吼、哦，坏的好像是我们人类的问题吼、哦。哎，你也甲愈看这专家吼、哦，开始咧吼、哦、在诠释吼、哦。啊，咱啊在讲到这个地球为什么会哦白海遐尼啊紧吼？啊，咱的垃圾太多了吼、哦。啊，我们丢出去的在大海囤积的地方哈，垃圾太多，为什么会国外有48的高温，还有快50度的高温？哈，一寡动物啦嘛未生存呢，啊，一寡人嘛因为热死呀哈，你看想，想那讲即季哈，咱讲牛年哈，对鸡猪，哈，啊，咱讲诶，去年甲牛年的交接，一直拢总互咱。吼、哦，咱讲看到世界新闻，你也感觉足紧张的吼、哦。这个地球暖化的问题，要怎么样才能解决？吼、哦，啊，你也想过了规半年啊，吼、哦，来啊，咱即马是，吼、哦，感觉安怎？感觉讲，实在，吼、哦，咱讲袂紧张是骗人的吼、哦。啊，过了会紧张哦，会啊。啊，咱会看到咱的囡仔细细汉啊，红孩啊，都当啊出世。你感觉真古锥，不过这个地球呢，未当长治久安的时阵，也是讲这个地球呢是有生有开始咧损坏的时阵啦吼。啊，咱讲，看到阿富汗啦吼，啊，佮看到迄、那个吼、哦、海地啦吼，海地7.2的地震呢，我那是死伤无数，吼、哦，连要救都爱有困难，吼、哦。啊，你佮想阿富汗，吼、哦，咱讲战争嘛，安尼增加安尼吼，国王都爱流出去外国。哦，这拢总是吼灾难啦吼，啊，南北极冰山啦，如果讲继续啦，像安尼咧热，一直扬，咱每一个人吼都唔敢保证讲吼，这个地球呢，阿摆未有发生什么代志啊吼，所以讲，咱用的吼的物件。吼、哦，也是讲丢出去的东西，吼、哦、杂七杂八的东西，吼、哦、会影响海洋，也会影响天气。搁一样就是讲，咱制造的垃圾山实在是太多了，但这座垃圾真的是太多了，吼、哦。反正今麦你来看，人拢叫人讲，哎，一直爱赶紧改变环境，改变啥？改变空气品质啦，改变环境，改变空气品质。这空气品质过来就是要降温啦，袂使讲吼，哇，那温度遐尼啊高，嘿，迄40几度，迄唔是普通人我都忍受的啦吼。所以咱讲吼，世间敢那亲像每一个人吼，拢是爱衣钵随着正钵转啦吼。咱们讲医报随着政报转，环境也会让人变质啊。好、哦，环境嘛，咱人变质，所以咱讲，起码咱是咧医报呢。咱定来讲吼，医这个报，就是人类堆积了太多太多，现在要改变，要赶快。你若无好好啊改变，这个吼、哦、温度降袂落来，南北极冰山在咧扬。哦，海岸线就是升高吼，因、哦、为升高60米，我们就在地下了啦吼、哦。啊，大家拢袂晓游泳，啊，看要走一队。好、哦，所以讲世间敢那亲像，敢那亲像即嘛吼，互咱这个环境呢吼，已经有一点教训啦。哦，已经找出了哈、哦、一些答案了。哦啊，我们人类也受到了好大的教训啦吼。咱一世人成功诶。哦，拢希望的是啥？希望咱下一代子孙啦吼，会当呢，
吼平安大汉，地球也过会当吼安尼，吼长治久安呐吼。啊，这嘛是咱即马爱烦恼的吼。做咱即马问讲吼，啊，咱这虽然输，这咱即马食个这个会所，到底即马是赢还是输啊？咱食个这个会所吼，啊，六七十岁这个会所，七八十岁这个会所，我们的人生到底是赢还是输啦吼？到尾也嘛是输赢，是第一对。输赢不是伫价值观的输赢啦，吼，输赢无用伫价值观的输赢，输赢是用伫思想上的差别啦，吼，你有法度，吼，伫即马即个时阵去看出着问题啦，吼，迄就叫做真正的论输赢，它是价值观的输赢吗？价值观的输赢，思想观的输赢，是思想观的差别，你看有戏剧啊无啦吼？所以说今年已经过了那么大半的时间了齁。啊，如果不持久齁，坏的还是继续还没变好的话齁。意思就说齁，咱说这个齁，咱说肺炎啦齁，这个困啦齁，像大陆现在在齁在说对一个州齁，在风齁，人呢不能出来外口惊动齁。啊，过来就是说连物件都会去沾沾到齁。啊，这个吼细菌吼，啊，咱讲肺炎的这个细菌，啊，咱都已经吼连家都无安全啦，连空气啊，拜拜吸空气都感觉嘿，连空气嘛，那无啥安全啊，所以咱人诶，真的比较会想太多了吼，会往后一直看，啊，你会一直想。一直想，像啊，咱即马咱老也无要紧嘞吼，咱遮侪岁也无要紧嘞。啊，唔过咱看到咱的孙啊，红红幼幼才细汉，啊，当个咧学行，当古锥嘞吼，咱嘛无希望安尼吼。啊，但是美国囡仔吼，即马嘛啊，着这个吼啊，咱讲新冠肺炎嘞，这个囡仔你甲看伊安尼，身躯拢安尼大甲全吼，这个仪器啦吼，哎呀，古锥的囡仔吼，你翕出来的时阵吼，你看你心会真正心会酸吼啊，所以我们。我今天为什么想到说，过大半年过了哈，现在我们到底是输还是赢？输赢也没关，最主要的是爱讲，真正吼，大家我都吼，咱思想上是统合的啦吼，会知讲吼，这地球真正有淡薄啊，这个问题不是淡薄啊问题呢，是足大的问题吼，啊也陷入了吼那种危机感啦吼。但是不是叫咱讲爱烦恼，是叫咱讲啊振作啊振作起来，要怎么样去让地球好一点？是大家每一个人的责任，绝对不是某一个人爱负责任的啦吼。不是讲天顶遐神爱负责任的，是咱地球村伫遮咧行大，伫遮咧生活的人爱负责任的啦。你讲是不是呢？来，咱来听一段吼，无同款的啦吼。南无阿利耶，婆罗揭谛，烁波那耶。我曾不听地之心，此刻的这一份宁静，我在虔诚地向你祈求，拥有一颗菩提心。何处才能寻得本心，寻得那安宁，寻得菩提心？心是我心，本自清净，我将随着你远行。你让我明白菩提心是那智慧心，零散皆因被那风吹起，常怀一颗智慧心，方能知道世间皆有因。你让我明白菩提心是那宽容心，美好源于一颗宽容心，常怀一颗宽容心，宽容一切才算本领。
我曾不停地追寻。哎，这对清凉音吼，我就欣赏一下吼。咱讲随着环境找寻定位啦吼，咱来找环境，随着环境，但是咱爱去找这个定位啦吼。找别人的优点，内心才会放光，然后要找别人的优点，内心才会放光。好，先来讲，咱找别人的优点，咱内心也随着放光，随着环境，然后找寻定位，修心修炼啊，不是只想着未来要上天堂，然后。哎，我刚才我家里一个人吼，独善其身呐、啊、吼，我想着未来要上天堂享乐，就是要结束今生所生的痛苦，吼、哦，不要让苦果磨你，吼、哦，有限的生命啊，所以我们要修行。那李祖师跟咱讲啊，讲因未入五，用先天的无常来形容后天的有常，吼、哦，伊是咧指啥咧指？吼、哦，咱讲前来咧讲知识淡空。色就是咧讲到讲，咱的色心肉体是实在的物件，吼、哦。但空就咧讲到咱的空性，就是咧讲到咱内性，吼、哦。无究竟，吼、哦。为啥讲不就其本，用有相的道理为真，吼、哦。就是，就是咱常咧讲吼，先天无常之大道，先天本来就是无常，吼、哦。咱用虚构的假象去甲看，就指这个色心呐、啊，吼、哦，来淡啥。来谈这个空，但是你无究竟啊！全世界吼、哦，最歹学的就是啥？人要讲甲，互人有信心啦吼。上歹学就是讲话，上歹学就是咧讲，你要讲道理互听，爱讲甲有入理啦吼。真正全世界上界歹学的就是啥？讲话，爱讲甲吼，人听会入理，佮讲甲人听了，真正有受到你的感化，有受到吼、哦，你即几句话吼。哦干那未输吼，咱讲心性，伊是出册吼，留一挂吼，咱的这个吼，咱技术啦吼，过来就是留因的这个吼修行的过程给咱。但是咱来透过啥？透过吼，咱心性通吼，这个啥？有的人讲通灵的买当下册呢，吼，有的人讲用通灵通灯管呢，啊，开始一直下册。吼、哦，通灵买当写册，吼、哦、啊，咱用这个啥，用飞鸾的买当写册，吼、哦、买当做册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做这册，爱、有人会样去解说啦，吼、哦，伊做落来吼，拢一句一句的诗文，有时嘛是爱有人会样去讲，所以讲研究道法，你也先研究你家己啊，吼、哦，你做到了吗？你刚才会样讲，但你无做，你要先研究。研究道法，必须先研究自己的心态，先研究你的心态，不是用嘴讲给听就好，是你做有够吗？你做到了吗？你有去、哦、把这个法、哦、在你的日常生活中、哦、把它生活演练、哦、在生活中呢，你做到了、哦、这个法则，你推动的叮当，就是人人有法都对你行、哦、这呢，就是你本身你有实践、哦、你有实践啊！你有时阵讲出来的道理吼，才有法度踏实。哦，你心嘛才袂虚啦吼。比如說我用嘴讲，但是我家己都做无到。哦，我家己嘛同款，车子还带吃喝玩乐，开好车吼、哦。啊，干那吼，徛伫个台顶顶管真好讲，但是你没有把实际啦吼、哦。所以讲研究道法，就是在先要先怎么样，先研究自己有没有做到。表达不只是要正确的吼。哦讲的不只要清楚啦，好、哦，啊，你要让人家听，要听得明白啦，好、哦，人要有信心，好、哦，这个信心是来自于对，不是讲吼敖讲的人，好、哦，是会当吼讲噶吼，互人听有，好、哦，啊，听有了后，还佫有法度互伊实践，这个法就是方便法。啊，这个、方便法就用伫个对，用伫日常生活，这日常生活足重要的。那每一个人都是活在日常生活，日常生活就是道，家庭就是道，齁、哦、你的工厂也是道，你在工作的场所也是道，凡是走到哪里拢总是齁拢总是你学的所在啦齁、哦。所以说
要讲话讲到让人有信心会欢喜，吼、哦，会晓讲话的人嘛是一种功德啦，吼、哦，会晓讲道的人，我不敢说有功德，表达要正确，吼、哦，讲得清楚，要让众生听得明白，然、哦、后，所以真的吼、哦，所以没。母牛嘛，定吼会提醒啦吼，地主呢吼爱坚持，哦，要坚持，不要遇到现在这个时局会让我很多压力，我自己也觉得很担心啦吼。还有个吼，唔知要安怎，才有都安慰大家拢，吼拢我都放下，吼，甲咱这个心呢吼，真正每一天过，吼24点钟啦，吼，唔是用惊吓。是用自信，然后是用快乐，是用乐观去面对，要让大家用乐观的方式去面对你的每一天，然后啊，那无那是讲哦，啊，咱大刚来看到电视，假说有灾难，你就有那种忧郁感哦。啊，咱大刚过这种日子，就是一种啥？一种，敢那咱一个度日子呢，不是真正的过日子，只是度时间的呢，不是真正讲用时间来去创造咱家己。这是吼、哦，咱有时吼，听讲要突破生命中，为什么我们已经来到这个人世间？不是错误的轮回啦，吼、哦，未使讲哦，咱来这个世间哦，就是生命，吼、哦，就是错误的轮回啦，是因果业报的循环法则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来到这个世间哦，大修行人，为什么他也来到这个世间？吼、哦，一过去也灵智很好。他本身是一个大修行人，他来到这个世间也是在带领，哦，伊嘛是要用这个色心，哦，要用这个思想观，要真真正正伫这世人了缘。哎，过去世反正你都已经做啊足好诶，但过去世你无注意，这世人过来就是要你用你的脚步，吼、哦，和别人呢追寻你的脚步走啊，也许就是领导的人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讲吼。哦不管讲你是做什么款的行业，今日来到这个世间哦，我们要突破生命中的错误轮回，好、哦，就是说，阿、啊、人都已经来啊，阿无你是要安怎？吼、哦，因果业报循环都已经是安尼啊，那法则没有办法改，那你要怎么办？不是不落因哦，也不是不落果，而是因为我们已经遇到了，那、啊、怎么办？还接受嘛？吼、哦，就是接受呢。阿、啊、咱讲。顺天应命啦吼，顺天道相助，伫生命的这个啥书中啦吼，任自然的法理，唔通烦恼，独天地命，故无忧嘛吼。顺天地是化是，咱讲咱要有那一种不偏不执，吼，咱讲众生六道啦吼，不偏不执，所以母娘说的定慧才能解脱嘛吼。欲定而不悔，吼、哦！咱今日来到这啊，吼、哦，不是吼、哦、一个盲人骑着，吼、哦，人讲一个盲人要骑在马上面的吼、哦，马也不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，因为你是车马，吼、哦，啊，你无都知道这个马，啊，这只马呢，吼、哦，足够走的，但是去到一个车马坐伫个顶冠，那只马嘛不落用呢。因为迄只马吼，伊嘛着爱有吼目睭吼，真金吼，啊伊吼伊个方向真正确，即只马才走路呢。啊，所以讲盲人骑马，吼、哦、盲人骑马，马呢会怎么样？也会随着路坎坷。为什么？这就是咧讲吼，咱目睭就是敢若咱人个灵魂之窗啦吼。鸡汤，但咱的心性都跟咱人的定格定位同款。你要去哪里，你的心要有定格。你能做到哪里，你能提升到哪里，拢是你的心、甲你的啥、甲你的灵、甲你的体的合作的吼。全世界吼，全世界的高人足济啦吼。但是吼，咱有时阵呢，但你讲不要吼。哎，盲人去骑在马背上，那个马哦也没有办法有作用啦。你讲是不是？就是咧讲到咱的心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加咱的色心啦，加咱这个吼、哦，咱看袂清楚啊，这个世局啦吼、哦，就等于盲人骑马咁款，很危险呐，很危险，走到哪里都有可能会
走来看卡底啊，吼，就是咱讲看不清楚世道，看不清楚现在的危机，看不清楚现在的一些问题需要转变，然后该转的时候还是要转，吼。啊，这个局若无转，你讲哎，今年年底唔知较好哦，啊，明年年初唔知有较有五万哦，应该会较好，应该要较好，就是每一个活在这个吼地球村的人类。要共同负责任，共同去转化，共同去转变的时局，然后还是人类去掌控，然后不是天地在掌控你，而是人类在掌控这个时局。你要怎么活得？吼、哦，咱讲会当像以前安尼吼，无受到吼、哦、咱这生死的压力了吼、哦，就才是真正活得快活，然后。此天必生共感恩了，感恩的事情很多了，感动的事情也很多了，因为咱今嘛的做法会北部嘛，就讲啊做法会吼，嘛是要有场所了哈，各级人都是爱配合政府这个个这个吼啊讲政令，所以讲，此天必生共的母娘也很保守哈，因为是讲啊建所。唔通膨胀伤济啊吼，啊所以咱今嘛吼，就是讲要报名，要赶紧报，啊无咱咱的杂志啊吼，为虾米？因为吼，咱这是增加所在无唔对啦吼，啊讲这个空旷的地方吼，啊停车场也大啦吼，腹地啊，这个外靠边这个格局也阁算可以容纳。好、哦、人的哈、哦、进进出出了哈、哦、啊，所以讲，咱虽然有这这么好的场所，有这么好的地利了哈、哦，啊，你要做的工作嘛，就要符合哈。咱想讲，为什么某人无讲要甲停办？伊讲未使停的原因，有伊未使停的原因了哈、哦。哎，未使停的，就是讲求救的人太多了哈、哦。哎，你母娘伊知影啊。吼、哦，即个心情伊知影吼，伊讲我梅香你知无？梅香小花知，我唔敢讲我全知，但是母娘给我的转嫁给我，我就知道了啊。伊、哦、给我的信息我就知影，吼、哦，未使停班，吼、哦，啊，赶快爱班，但是班吼、哦，就是爱班到完满吼，无形的完满，有形的嘛爱完满，吼、哦，这个工作是就又做一转，要转这个啥？哦，咱即嘛。咱即嘛吼，有足济吼，咱讲天灵界、地灵界吼，即所有幽冥界，即所有众生哦，伊毛要升，伊毛要升格啊，他们也有升格，要让他们机会吼、哦、啊，没有地方依靠的，即所有的五阴十类的众生，伊嘛是有，因为母娘慈悲啊。吼、哦，母娘慈悲，五庙慈悲，伊会甲这所有的人员呢，吼、哦，可以有一个机会，有一个道场，通互伊参，嘛爱互伊有一个机会，通互去入道。我过去是无入道的，吼、哦，这灵性，伊呢，咱做甲三归九戒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伊的灵性，然后要归于道祖，归于母娘，嘛是着爱互伊有机会，通互修啦，吼、哦，咱讲。转变啊，转变人格，吼，提升人格，还是无形法则的，也必须要教育啦，吼。无形法界众生，你爱多，啊，你嘛爱教育，吼，唔是干那讲，甲咱讲，咱只会讲话，只嘛目前伫这个世间会喘气的，会喘气需要修，吼，需要定格，需要修。已经肉体下步，伊嘛知影后悔啊，讲啊，前世人就我无修，因为我肉体下步，我足认真滴要啥，跟随佛菩萨来修，要给他一个道场，哈、哦，有功法的所在，有功德的所在，有当吼，好因的当吼，人讲皈依的所在。那这个灵山道场呢，必须就是爱哪，都爱讲吼，人嘛爱吼，人嘛爱进修啦吼，灵嘛爱进级。连个晋级就是度化因吼，免吼拢一直拢沉沦伫迄个所在，他们要晋级也要升迁嘛，吼、哦、啊咱的心性嘛是同款啊，拢是慈悲的，连万灵拢总是一个根嘛，拢总是东王公西王母下落来的精子，拢总是母娘的灵啊囝，
吼，伊即马伊即马成为法界众生，伊嘛是有伊嘛是有依靠的力量，伊嘛是会想要倒来吼，找母娘，吼啊啊会当讲有一个好所在，互你转化因的即个吼灵界，吼安尼咱讲天下。所有的一切无形法界众生，包括咱的公妈，拢总是母娘的灵仔囝，拢总是吼、哦，因为这条灵魂落来三魂七魄，伊是不生不灭的，不生不灭，伊只是有生感，吼、哦，有生感，啊，有生感，咱只有就是讲好多去帮助这无形法界众生离苦得乐，吼、哦，要去长乐界也好，还是讲要有一个吼、哦、真大吼、哦，咱讲伊修立的所在，无形有无形的这个啥？诶，这个道场，伊嘛是会当伫迄个所在讲道演法。啊，咱只是讲第一步也是要人一定要做啊，人无做，这个功德里边啊出哩。好、哦，这个功德力还是由人，由咱人发心啊。啊，这个、人的发心就是啥做，咱讲做道嘛吼，护道吼。啊，这无形法界伊得会到这所有的温暖。安尼呢，咱讲有形诶，就是要咱人做功德嘛。那、哦、咱人呢，有迄个心，有发心，也要做这个功德力，你唔只有法度吼，和、哦、咱的这个吼、哦、啊，祖先呢，因为有这个功德力啊，这就是咧讲人爱也报恩，啊，过来就是讲法界咱爱也慈悲啦吼，会当提进啦吼，和因会当咯，会当超脱自在。所以讲一个道场，为什么？好、哦，因拢甲我讲，每当子你较瘦呢。我讲我会较瘦，唔是不爱食饭瘦，真正是太多的事情哈、哦。因为现在的疫情，义工也比较少，好、哦、啊，有很多事情要准备。好、哦，如果要做，你要把它做到桌前哈、哦，周转爱甲做个完满啊。所以我也感觉讲哈，精神压力啊，精神压力就是说，因为疫情的关系。你讲多地啊，要叫伊回来，吼、哦、来斗三工，伊嘛有个人无啥敢出门啦，吼、哦。安尼，登无几个人，你要做一场遮大场的发挥，真的是偷看哦，啊，不管是拢伫遐咧登啊，吼、哦，确实无闲嘛有啦，吼、哦，啊有一点点吼，即个讲后壁即个工课，要安怎会当讲无变动啦，吼、哦，咱的正念无变动，互咱会当顺利呢去甲即场，吼、哦，无闲要做的工课。好，既然咱都好蹦，都已经要出啦，好出蹦安民啊，出蹦安灵，好天地当中定格啊，那你就是要把它做好，好要把它做好，不是一个人的事啊，是很多众生要来护持的事，很多师兄师姐要来护持的事，好这干呐几个啊吼，内底几个工作人员真正是吼，大家拢不干咧头前目睭啊吼，真的是很累啦吼。来，咱来听一段道曲啊吼。
是林碧生讲啦吼，咱的宗旨是婚姻观大悲向三吉川中碧十六至五十二号吼。我讲坐高铁就要坐个对，坐个云林站吼，云林站吼，云林站，然后呢吼，你再甲慈林碧生讲的电一路这个住址拨予伊啊，即马都北部的吼。你讲阿妹这样子坐，阮足想要落来。慈天必生讲，敢无牛结缘啦吼？听你这无，我听十个话过啊呢吼，每天听，每天听。我以前吼，你讲我以前吼，吼我忧郁症吼，食什么药啊，食足久的吼，爱困药啊，一粒食无效，两粒食无效。人报啊讲听你这种节目，我规工直直甲听。即马暗时也要困，搁较听，听了吼，我感觉我心情继续开的呢，嘛继续放松的啦吼。我即马就感觉讲，哦，我继续开话呢。这灵脉治病呢，你的心灵就会治病。为什么？你心灵呢放下了吼，什么以前的一切吼，你都该不要记的就不要记，吼，该忘记的都给他忘记，吼，因为。咱讲翁仔某冤家啦，是讲咱翁较早唔捌啦吼，去做唔对代志。你既然就选择原谅伊，也要佮伊大做伙啊，咱就唔通有迄种啥，有迄种讲吼啊，过去遐，你也佮感觉讲吼，哎，心里不愉快啦吼，啊，咱都无真正放下。即个没甚物讲啊，即吼注意听哦。伊讲哦，啊都唔知影，啊都那看到都。想到了吼，搁去回归以前吼，伊对待咱安尼吼，咱感觉讲足唔得的时阵，那你就搁感觉呐，无明火搁热。我甲伊讲吼，既然要听哦，听好清楚吼，婚姻呐、啊，就是来世间有婚姻的这个关系吼，你也甲当作讲，婚姻这两字就是人生上大的修行，这两字就叫修果的呀，这查甫人有法度吼，做一个有吼，咱讲有责任的诶，这个吼翁婿吼，啊，搁做一个有责任的囝儿媳婿，这个家庭你甲顾好势。连讲你真正讲的，都唔免安怎叫做修行啦，你都修这条就好。翁仔某啊，过来着囡仔媳婿，你甲教育好势，咱的囡仔袂会去做歹。吼，咱的是大人该顾，甲顾甲百岁年老。吼，公妈恁搁顾有条，这条呢？这你的功德就足大呀，所以讲婚姻就是人生最大的修行啊。唔是我去出家吼，才有福报；，啊唔是我一定爱去倒一下跑山唱歌人客，我才有福报。你若一家婚姻过会调，吼，咱的囡仔唔免去受着讲吼啊，要吼咱别人会圆满的家庭，咱无圆满，咱的囡仔就等于讲吼，咱换咱的责任。啊，咱的责任搁做无够，安尼你讲你外高修行啦，你就是欠一项，所以婚姻就是人生最大的修行。你要经得起烦啦，受得住气，忍得起苦啦吼，忍会掉这个烦，啊，嘛爱忍会掉吼，忍会掉迄个气，嘛爱忍会掉苦，耐得住劳啦，吼，不受磨不生刀嘛，吼。啊，你若听迄个不顺耳的话，吼、哦，你呢越听，你就不要把它当作一回事，吼、哦，你就是在进步你的忍辱，吼、哦，忍辱啦，吼、哦。咱讲有时吼爱勇敢批判咱家己，反正咱家己嘛唔对啦，吼、哦。所有的不幸，哦，该有所缘呐、啊，所有的不幸应该拢有这个因缘，诶，这个过错的咧，吼、哦，你不要回避，勇敢去面对，哦，吃苦当吃补就好啊。读经转因果啦，且讲婚姻就是人生最大的修行，因为咱人那是婚姻正常啦吼，啊囡仔甲饲个大汉，是大人，咱有甲百岁年老送上山头，吼、哦，公妈咱也阁有迄个照规矩安尼伫甲拜，你都已经是一个人内底面上标准的人啊，人上标准的人就是啥？你爱做人的本分嘛，人的本分就是这个本分，这个本分，这包括吼。包括功德力有够大的，就是人的本分。所以讲修本分就是真功德，这是李祖讲的哦。李先讲，讲这查甫人啦修本分就是真功德，一个查某人啦修本分嘛是会得到真功德。你今日会当做公，会当做妈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咧讲，咱先来讲观音妈，观音妈，吼、哦。
迄、那个骂唔是大家拢做会起的了，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讲嘛唔是大家拢做会起的。你厝内底若无破，若无婚姻若无破，你即块公骂你才真正你讲咧拜，公骂你才属实。咱讲言传德性啦吼，德行的言传，吼、哦，德行就是要留予咱的子孙的，这个功德咧就足大个。所以婚姻就敢若人生最大爱修行的课程啦。好、哦，婚姻就是人生最大的修行。好、哦，你要发出善念，信盖行正，断疑才会当生去真正信念。读经专因果，念波由脑，好、哦、由我们的脑波呢，哈、哦、散发出，好、哦、迄、那个善念。你那如果讲哦，今日我那食苦当食补吼，什么代志拢个，好、哦、咱拢个放哦，未记哩，好、哦、过去的。就是因缘啦吼，啊因缘来修套来过就好啊。读经转因果，咱的用咱的这个吼啊纯正的念波，由脑波散发出你的善念，吼、哦、自然的吼、哦，你相信这个经会当转你的因果，信改行正，断疑才会当升起到你的信心。啊，你若有信心，我相信讲一定会当转，包括。家嘛会当转，家庭运道嘛会当转嘛吼。人讲一声佛号，一念功，道尽祖先上西方啦。吼，每一工你呐会用哦，讲念经哦，读经，唔呐干呐转因果，包括咱的祖源祖先拢得会到。然后咱母娘甲咱讲九天元灵哦，大家达了灵都会当得道啦吼。先来讲，因为看咱心有够坚定啊，无够坚定啦，心有够坚定。每一条灵绝对当中会当得到，所以讲吼，圣人的话三千载啦，讲昔日栽花今日开，明心可了千年业啦，见性可通万卷书。吼、哦，咱即卖呢吼，有足侪经册拢会使读的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哪读？吼、哦，有时阵啊，咱都自然都迄个作用啦吼。咱若无，你若拢唔爱去甲看，唔爱去甲读。当然，遐册对你来讲就无路用啦吼。所以人讲求法不求性，啊嘛唔免去比啦。当人要称职就好。为什么称职就好？你当一个人，你要称职。你做个妈妈，你就有做个称职的妈妈；做人家后，就做一个称职的家后。哦，所以咱俩讲求法不求胜，不比法。当人要称职就好。多法不得人心，众生缘也会枉然呐、啊。所以一个人呢，吼，命运不在宗教啦，吼，跟咱家己的这个做作行为有足大足大的关系啦，吼，真的是有关系啦，吼。啊，咱若唔去改变，要他有可能吼。啊，咱前讲啦吼，有讲到一个迄、那个故事啊，没有讲完啦吼，没有讲完，啊无讲完啊，都唔知讲啊，咱后边到底是什么吼、哦，什么原因吼？迄、哦那个老大人吼、哦，咱前讲有讲到秦，是个姓秦的，叫秦越人吼。因、哦、老爸家奋斗讲吼，看人未使干那看外表，啊你看到这个人吼、哦，你讲伊带未起到迄个当。带袂起到迄、那个哦，咱讲上好上顶棒，吼、哦、啊！你着甲赶走，吼袂使啊！所以讲，伊着互伊照老爸安尼讲啊，伊要困就爱去困，要挂就爱去挂，吼、哦。只是讲伊嘛是合情合理啦，吼、哦。伊逐天吼看到这老大人拢暗时等伫遐困呢，啊垃圾衫裤伊嘛拢甲碰碰去洗啦，吼、哦、啊洗洗着搁甲拗拗啊好，搁甲。放伫个眠床，连续已经待三天啊！啊，迄人拢暗时困，啊，透早就出去，吼、哦，啊，暗嘛才回来，啊，回来就咱一身躯好飒飒呢。吼、哦，过了这三天呢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吼、哦，咱讲，伊感觉讲吼、哦，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、啊？看起来是很有气质哦，就有一个仙风道骨的，啊，佫足有气质的，吼、哦，啊，看起来伊衫裤咧穿安尼，褴褴暖暖啊，啊，佫烫车脚。哦，哎、啊，伊就回来的时阵吼，这个吼、哦、真恶人呢。因这老爸那个讲人吼未使看人啊吼、哦。你讲吼、哦，海水不可斗量，人不可貌相呢吼。啊，你看到这个吼、哦、老大人回来哦，伊安尼舔家呢吼，怎个活着脏衣服呢？吼、哦，就躺在吼、哦、床上打
呼睡觉啦吼。啊，这个活人心肝底想讲，哎、啊，遐规双脚拢啊，规双脚拢啊打打土打架咧，就去甲舀烧水啦，去甲舀一桶水吼，来解安喏，来解洗脚。看讲这个人客安尼遐尼啊忝吼，所以就吼，甲脚甲洗洗咧吼，啊甲好咧啊吼，啊甲。甲用起哩眠床顶吼，会困啦吼。啊，这个吼，这个活人呢吼，伊就甲服务两三天啊，伊拢是照安尼吼，照安尼甲服务啦吼。啊，有一天呢，伊就看到讲吼，啊，这门窗卡吼，那真垃圾呢，伊就拿这个吼扫帚啦吼，啊，入去呢，得甲迄个门窗卡吼，甲扫看嘛，透过。五锭这个银两啦吼，这个银两甲算算诶，原封不动，伊阁甲藏倒转去。这就是这个老大人吼，伊拢逐工拢爱出入啊，啊，所以伊无爱诈钱啊。啊，伊五两哦，拄丢好伊带这个上顶房诶房间诶这个房费啦吼。啊，这五两银呢，伊甲等伫诶吼，迄个眠床卡诶一个吼，这个眠床角诶所在。啊，是这个真活人呢，看到讲这眠床卡垃圾啊，伊就提甲拢拢扫扫，结果扫出来是五锭这个银两。啊，这个五锭这个银两呢吼，伊等啊，伊嘛无讲诶，是讲伊啊藏安尼，我着搁甲藏安尼，搁藏倒转去啦吼。啊，看伊吼，等来搁讲啥无安尼。啊，所以讲伊五两。伊就这个吼，五娘看藏伫遐，吼，啊伊也无甲讲。啊，即马这个吼，暗暝的时阵吼，啊，这个阿伯啊吼，就入来啊吼，啊伊就讲啊，伊讲，啊我今日住甲今日去，我都无要住安尼啦吼，住甲今日我都无要住。伊讲好，啊你即马，伊讲我即马要来离开啊，吼，啊，你有一点吼真切诚的心啦。吼、哦，感动啦吼、哦，感动着我，所以讲吼，伊个偷偷安尼吼，甲伊叫入来吼，甲这个真活人叫入来。伊讲，我甲你讲吼，我实实在在，我即马甲你讲，我是啥物人啊吼？伊讲，我的真名叫做长商君，我有一个组团的秘方啦，想要传落一个忠厚又个老实的人。可是呢，我惊一世界安尼，看几啊十年安尼，都是找无一个真满意的人啦。啊，我即卖年岁已经济啊吼！啊，我看你品行真厚道，我想要把这个秘方传予你啦吼！啊，你是不是吼？会当来吼代替我将这个秘方记起来，啊，拜托我拯救这个生灵啦吼！伊就对这个吼啊这个衫裤内底面哦，取一罐这个吼露水，就是伊逐工拢出去。出去找啦吼，啊，出去找这个药草啦吼，啊，伊会去炼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伊讲你吼，将这个吼露水，逐工食三十工，啊，我甲秘方交予你吼，然后呢，吼，这个人喏，拢无讲啥啦吼，也无甲伊讲，伊要拿钱也要创啥，伊讲内底吼，钱伫内底来，你家己找啦，伊讲，我相信讲吼，我绝对无亏待你啦吼，我甲你带这几工的客栈。哦，啊，我嘛无亏待你，啊，钱伫个内底你家找啦，吼、哦，伊，甲这个吼，甲这个真话真讲啦，吼，啊你吼哪只，我即马提予你这罐吼，你莫甲当作无路用呢，你着一工一滴，一工一滴，一工一滴，吼、哦，多三十工，滴了后吼，你食了后，你的目睭呢会透亮。会当隔墙看人，啊！你要看人的病吼，用你的目睭就会当去看人的五脏六腑有啥物病，吼、哦！你看会一目了然，然后一目了然。啊！这真外人心肝底想啊，想讲，敢唔知是敢真正咧拄到新鲜啦吼！啊，所以伊也无讲吼，无讲无相信啦，伊就真感恩啦吼，就跪咧甲讲啦，伊讲，既然你要甲你这个吼。哦看人治病的功夫，甲你甲所有的药啊，吼、哦，拢讲予我，包括偏方、秘方、丹，你拢总传予我，你就是我的先生嘛，吼、哦。所以你爱互我拜，所以甲跪咧甲拜三拜。吼、哦、啊，拜三拜了后，这个老大人拢无额头了，我物件传予你啊，以后就是你的代志啊。结果呢，吼、哦，伊活咧就行。而且真活人呢，遵照因老爸教导吼，以诚待人呢吼，伊、哦、嘛按照讲这個。梁湘君的训示呢，刻苦研读这个医书啦吼，啊，伊这
三十天的吃了后，真正可以看透人家的。你即马人穿三五千嘞，对无吼？伊安尼甲看着，知影迄人肝有问题，啊，迄人肺有问题，迄人腰子有问题，他可以透视到迄个人的这个五脏六腑。啊，这个人是啥物人？吼、哦，这个真活人嘞吼，伊较早吼是因为安尼去得到吼，咱讲长生君留给他的这么多的医书啦吼，所以呢吼，刻苦耐劳吼，钻研医书，为民众呢治病去灾，将伊成为一位吼四，人讲四方八达呢足杰出的医学家，百姓个尊称伊叫做啥？边捷啦吼，所以讲边捷神翁，吼、哦、都、就是这个秦越人，伊呢是这个边环的人，啊，因为老爸教这个囝教到真好。伊讲你人哦，你会当看到迄个老阿伯啊，穿甲衣衫褴褛，但是你袂使看清伊个身份啦，袂使看人个外表。你也同款爱吼，安尼该哦，咱讲该尊重，啊，佮该服务啦吼。啊，咱讲客栈，不管讲伊住有钱好立啊，无钱好立啦。那如果伊真正是无钱，伊要住上顶客栈，吼、哦，当然你才甲我讲，这钱。则由咱来支付安尼啦吼，啊，所以这个真活人真正去得到贵人啦吼，真即得到这个长生君呢，留予伊个即所有遗书，身为吼百，咱讲会讲百里之外都有人呢吼，要请伊去看病啦吼，啊，所以讲百姓来个尊重，叫做白，啊，叫做扁鹊啦吼，扁鹊神翁啦吼。所以讲哦，教育主理生态人，一顾天中灵通神呐、啊。然后善恶自有天公报，真正上帝是百姓然后、哦，就是咧讲着讲，人这是吼、哦、长生君呢，也是神仙呢，半神仙呐、啊、吼。伊、哦、来这个世间就是听安尼破破烂烂，看你看我有去也无去，啊看你有善良无善良，啊伊大概等来脚那乌索索，拢是吼、哦。拢是伊去用水甲洗啊，用骨甲洗洗，啊甲溜溜个脚甲洗洗嘞，吼、哦，啊伊安尼甲红台两三日啦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讲吼、哦，人个神哦，吼、哦、伊要做个代志，就是无要互你看出吼眉角，就是咧试验讲你这个囡仔到底有偌济道德，有偌济爱心啦吼、哦。你对一个人去食，你都有这个爱心，吼、哦，啊你都袂嫌伊身躯臭，嘛袂嫌伊身躯烂。啊嘛袂嫌伊衫裤垃圾，拢甲洗洗，拢搁甲煮甲足干净的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讲，伊钱嘛无要甲囥咧闲的所在啊，伊来囥咧门窗卡。最主要是咧试验啥？试验讲伊会贪无？伊这四五块吼、哦，咱讲银锭囥咧门窗卡，就是要纳入这个吼、哦、啊眠床困的诶这个吼、哦、费用。但是这真话银早都已经看到迄五六粒。银两，但是伊嘛无贪，吼、哦，伊嘛主要银两摕客栈立立的，吼、哦，伊只我都得到伊真哩济吼，真哩济，即个经，人讲经验啦吼，伊只我都得到伊，吼、哦、所留落来即所有的人讲医学，吼、哦，即医学要医人呢吼，变质算是足出名的神翁啦。吼、哦，所以讲，到尾也嘛是神啦吼。咱讲这个天医院内底其中一尊嘛是变质神翁啦吼、哦。啊，这是咧讲变质神翁的故事啦吼、哦。来，咱今日的节目讲到这吼。然、哦、后需要服务，免客气，慈恩必顺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。需要用邮票寄送嘛，是赶快敲这个电话啦吼。直接讲吼，给大家听啦吼、哦。啊，那如果无完满的所在，唔忙大家多哈，咱也随缘随际吼，多吼。啊，原谅啦吼，包含啦吼，来再见，拜拜哟、哦，明天见啦吼，明天见。